你呢，你怎么不戴安全帽啊？出了事故谁负责呀？扣你钱我告诉你。逮个活的！谁呀？你打我！你干啥抱我？哎，女的！哎，流氓！就臭流氓！啥叫流氓？我咋流氓了？我干啥了就流氓了？哎，还想跑啊你啊？你干啥？你想干啥？我想干啥？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啊？安全队长，专门负责安全的。你这种偷鸡摸狗的就归我管，知不知道？谁偷鸡摸狗了？你才偷鸡摸狗呢！你没偷啊？没偷这里啥？啊？我啥也没偷。啥也没偷？我检查检查。我没偷，这儿没偷，凭啥让你检查啊？你今天还非检查不可了，我。干啥？你干啥？你再不动手，我喊人了！喊人呢？你个小偷，我还怕你啊？给我啊！哎哎，抓小偷，抓小偷，哎，抓住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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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咋了？骗子，小偷，谁是小偷？我才不是小偷呢，你怎么诬陷我的？你还倒打一耙了你啊？你没偷东西，那里边什么？倒出来看看。姑娘，身正不怕影子歪，你说你没偷，你就倒出来看看。看完了，倒倒。偷就没偷呗，哭啥呀？我哭啥？你说我哭啥呀？至于吗？你给我装起来。我不装。你装不装？不装。好，走。你干啥？搞去派出所。你干啥你？我让你诬陷好人，我让你诬陷。哎哎，姑娘，干什么？姑娘，干啥呀你？姑娘，他不帮你装，我帮你装。麦团。忙你的去。哎，你别走！哎，姑娘，我是这工地的负责人，我代他向你赔礼了。姑娘，这工地上确实不安全，以后你就到别处去捡吧。啊，拿着。哎，大哥。你还有啥事儿啊，大哥？你们这儿还要人不？妹子，先喝点水。不是我不想扶你，是工地上真没有你能干的活。大哥，我啥活都能干的，我不怕吃苦。嗯，哦哟。姐夫，你别说，我现在在工地负责安全，还挺累，得多吃点。咋了？饿了？想吃不？不吃。哎，我最佩服的就是有志气的人啊！你别吃，我吃。
大侠，女大大侠呀，你咋这么能吃呢？哎，姐夫，他比我姐还能吃。你一个人？不，还有我爹，他在乡下呢。我是说，在这个县城里就你一个人啊？你住哪儿呢？我就住那个咱们城边外头有一个破窑洞，我晚上就在那儿。你怎么不找点事儿做呢？我找了，找不着。你留下。啥？你真留下他呀？你干啥呀？这也没他活。你管得着吗你？大哥都说留下我了。大哥，你真的留下我了？真的，真的把你留下了。不过这儿确实没你的活干，等我忙完了这点事儿，我带你走。啊，好。哎呀，这孩子别玩了，你看弄一地水。来，你洗吧，洗完了以后把这个衣服换上，啊，别玩了。来，这热水要不够，你再添点儿啊。走走走，让姐姐洗澡啊。你看看，弄这一身水，真是的，这孩子。哎，哎，我觉得留下他也挺好，让他搭把手帮我干个活儿，要不然有小慧儿啊，我啥都干不了。你看着我这颗心了吧？我就是在工地上那么累那么忙，我都想着你。算了。艾玛，我想出去玩。不行，一会儿吃完饭再去。我就要出去玩。不行，吃完饭再去。我说话听见没有？什么呀？不行，不是你这孩子怎么回事？我怎么说什么都不行啊？就这么拧，啊？你怎么老这么拧啊？让我带他出去玩吧。来，小慧儿，姐姐带你出去玩好吗？好，走，跳皮筋去。出去玩喽！不是看啥呀？我不是，我觉得挺有意思。你看，哎，你说，在工地上脏不溜秋，啥都看不出来，怎么洗吧洗吧，变漂亮了呢？我不用他了，我自己干。咋了？哎，你咋了？我说啥了我？哎，你先看我跳一遍啊！马兰开花，二十一，二八二五六，二八二五七，会了吗？会了。预备，跳你也念啊！预备，开始。马兰开花，二十一，二八二五六。二八二五七，预备，开跳，来跳，哈哈，聪明笨。哎，垃圾婆，哎，是你。哎，小慧，一边玩去啊。哎，这洗干净了，还挺好看的。你想干啥？没啥。我姐的衣服你穿着比她好看。小慧，咱去那边玩去，走。哎哎，走。哎，我说你这是何苦呢？啥何苦呢？我不苦，我觉得挺好的，我不用别人帮忙。你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？谁一天到晚那儿嚷嚷，忙不过来，忙不过来？谁呀？我忙不过来，我也没让你找人呀。我让你帮我找人了吗？真是，哎，我也没求着你让你帮我找人呀。那忙不过来，不是就得找人吗？忙不过来，我也不找人。我告诉你说啥都没用，春枝就是不能留在咱家。那你说。为啥不能把人春枝留下？哎，那你说为啥他就能留下呀？你这不是抬杠吗？
那我告诉你为啥要把春枝留下，把她留下了，可以帮咱照看女儿，可以帮你洗衣服做饭，你这不就可以腾出手来干别的了吗？谁信你？你说在这儿你不信我，你信谁？信我？你跟我厉害什么呀？你厉害？不是厉害，我一看人春枝这姑娘，就想起当年咱们结婚那会儿，进城里打工，多难呐！你说人家姑娘家来县城，那不就更难了吗？半年了，什么活没找到，就住在那个就前面那撒气漏风那破窑洞里头，靠捡废品饥一顿饱一顿的过日子，人家多苦啊！人孩子，你看，这么一说，你成活菩萨了啊？那我就是大恶人了呗？你别那么说。我也没你说那么好听，我不是什么活菩萨，你也不是什么大恶人，我把他叫来不就为了帮你吗？我不用他帮。那你说到底为啥不能把春枝留下？你要是能说服了我，我就把他轰走。因为他长得太好看。哦，原来是为这个呀。是因为你觉得人春枝姑娘长得比你漂亮，你就不乐意了？谁漂亮啊？谁漂亮啊？我除了比春枝胖点儿，我俩谁漂亮？你说，我俩谁漂亮？你漂亮，你比她漂亮多了。这不就完了吗？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小心眼儿。谁小心眼儿啊？谁小心眼儿啊？我要小心眼儿，我能让你跟古新月走得这么近？谁小心眼儿？干啥呢？干啥呢？咱们这传春枝的事呢，你跟古新月有什么关系啊？这是，还不是你扯的？你要不扯，我能扯到这儿来啊？行行行，算我没事找事儿，我有病，行了吧？你就有病。行行行，那你说怎么办？这姑娘已经来了，怎么哄人家呀？哎呀，我不是不愿意让春枝在这儿，我这不是怕她受委屈吗？受啥委屈？你说你那小舅子张麦屯儿，他啥人你不知道啊？你不是刚才也说了吗？春枝长得挺漂亮的，那万一要那俩人那你看明白不明白？要整出事儿来咋办？是是是，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？哼，那现在咋办呢？这是。你说咋办呀？哎，姐，你说那春枝洗吧洗吧，还挺好看的。啥洗吧洗吧洗吧的？你以为大白萝卜呢？好看能当饭吃啊？咋的了这是？不当饭吃，还不能当媳妇儿啊？哼，哎呀，钱国顺。看见了吧？我最了解我弟。姐夫，我姐在说啥呢？张麦屯，我告诉你，从今往后，你洗衣服，你看孩子，你做饭。哎，那我姐干啥呀？哎呀，好玩吗？好玩。下次我教你玩老鹰捉小鸡。好。银妹儿，哎，银妹儿。我得赶紧去工地了。春枝那事儿，就你来处理了。哎，春枝事儿我可不管啊，你管。我管？我管得了吗？我。哎，你不吃饭了？我不吃了，在工地吃了。姐，请神容易送神难，人家来都来了，你就给人留下呗。那留下住哪儿啊？给你住一屋啊？行啊，我没意见啊，我这人好说话，咋对付都行。是吗？你是不是可愿意跟他住一屋呢？愿意。做梦去吧你！哎呀，姐，你别跟我说，你就真的让他住我那屋就完了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？我搬工地去。那人家来咱家干活，咱给不给人工钱啊？你不给人家，让人白干呀？你给人家，咱家有钱吗？我不要工钱，姐，你就把我留下来吧。我知道你和大哥都是好人，我会好好干活的，我会好好带小慧的。小慧，你先自己玩会儿啊，待会儿姐姐陪你。姐，你给人留下吧，人都这么求你了，你还想咋样啊？
不就是家里添两双筷子吗？你这，你要觉得饭不够吃，我少吃点。哎呀，不是，春枝，大姐是怕你留下来受委屈。不，我不怕委屈。姐，你只要不让我走，我啥也不怕。你是不知道，我一个人在外面有多怕。这半年多，我连踏踏实实睡一个整觉都没有。我求你别让我一个人在外面过了。姐，那行，那你就留下来。那你要哪天愿意走，你就跟大姐说一声，大姐不为难啊。那姐，那我去把我那床收拾收拾啊。你赶紧给我搬工地去啊。知道。姐，来我帮你。哎，行。喂，把这萝卜丝切了，再把那白菜。